次上厕所都得两三钟头。阿灿，你闻到什么味道了没有啊？啊？什么？什么味道？东西烧焦了的味道。没有啊。没有。真的假的？连这都闻不到啊？啊？臭小子，一定是抽烟不戒把烟头弄灭了。你，我，哎，和你这话呀，玩阴的。哎，快点开门了，不要耽误我看马金老师。别耽误你输钱。去你的乌鸦！啊？喂，喂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阿灿，这是出来救火！阿灿，阿灿，救火呀！阿灿，快，快给我过来！喂，那几张可别烧啊！我还没看呢。哇，阿灿，哼，气氛弄得像真的似的，不去拍电影真是浪费。哎呀，怎么，阿灿，快救啊！快点救火呀！火越烧越大，阿灿。油炸螃蟹，你别乱来、啊、你现在转行卖椰子了。你可以卖水果，俺就不能卖了吗？哎，这批货是俺捡回来的。你捡的是我的货。油炸螃蟹，这不关俺的事，俺是跟人家买回来的。傻逼狗，再见了。不是做不放三无知，只要有勇气，人人都可以。爱情不过是游戏，青春才一次。不要仗义，不要心急，不要害自己。嗨，替我把这些花送给最丰满的那位歌星啊，那一位啊啊，就是眯眯眼的那一位啊，谢谢。可以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小姐，嗯，谁送的？那位客人送给你的。嗨，再见了。